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刘宇，我们又见面了，非常感谢大家又为我撑腰，然后让我有这次机会。好，现在我要蒙上眼睛。哇，这是真的假的呀？是真的盆栽，这个盆栽还是非常难得的，因为我们宿舍里面没有绿色植物。想给大家唱一首歌，关于这个盆栽的。烈日手中樱花草，春在漫步的微笑，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。谢谢，拜拜。世界那么大，我们一起闯。创造。